来到放大镜冷冰小天地，今天要让大家猜的谜语是：什么时候知错不能改？给大家十秒的时间猜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正确的答案是：考试交了试卷后，大家猜对了吗？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点赞还有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别忘了打死小铃铛 Like and subscribe, also hit the notification bell. 拜拜。